好，大家好，现在继续为大家来一场拳皇202风云再起加强版的对决解说。现在一匹八神，二匹卢卡尔，我们来看精彩的对决。哦，八神上去就是疯狂连起啊，直接接超臂上来，按住卢卡尔就是一顿狂揍。现在卢卡尔失血大半，哦，八神上去就是连招，感觉卢卡尔是真的是扛不住了。再接八之女，蹦一下，真是帅啊！这个八神打的。现在继续第二场，看二批的猴子能否扛得住这个八神的狂揍。这次被打的是直接不动了，根本就没有动，不动了，直接就。哦，我们等他一下，看什么情况。哦，现在正式开始，八神一个升龙稳稳打中。猴子也是非常的犀利，但是，哦，八神上去就是偷起来，直接上连招轰起，接八之女，崩一下，再轰一下，猴子一套被拿下，非常凶猛的八神啊！现在来看第三场，克里斯出场，好，八神跳中腿，再跳压制，这已经是二 P 的最后一个人物了，八神进攻依然猛烈。一套九连，好，继续进攻，克里斯直接上了个大招，但没有打中，八神继续走起，疯狂的连起来，拿下克里斯，